爸爸去哪儿虽然已经收官了，但本季最佳 CP 恩哼大王和小泡芙也是让粉丝们分分钟燃起粉红心。就在前两天，霍思燕就在微博晒出了萌萌哒动图，脸上的粉红小酒窝就算了，这恩哼头款小辫也是萌翻了所有网友。毕竟小辫子已经成为恩哼这位钢铁直男的专用表情包，在节目中兴奋起来，小辫子立刻飞天，恍然大悟也有小辫子加持，一脸懵甩甩小辫子，外头卖萌更是不能少了他，一脸机灵样也有小辫子的陪伴，就连爸爸杜江都跟着沾了光，小辫子直接飞上天。而这一段杜江背着恩哼赶路各种上下台阶的画面，更是颠倒恩哼的小辫子长出了新长度了。好下来，什么规则？